什么事？就那几样东西，我真的一直在想，我好像没有查好。可是你已经说了很多很多次了，还会有什么事？我都说了，等一下我会去查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窗口、大门、煤气，你查得仔细一点，真的有这么难吗？你烦不烦啊？就是窗口、大门、煤气，你查得仔细一点，真的有这么难吗？
逼死了。一切都没事了。